你电话吧，有，干力的。不好，不好，为什么渔船老板脸色凝重？不好，不好，对。两艘没有亏钱啊，两艘亏到钱啊。台湾四面环海，却越来越捕不到鱼。你我餐桌上的鲜味七成靠进口。当近海跟海洋越逐渐枯竭的情况下，该怎么办呢？在我右手边这个橘黄色的圆形箱往里头，似乎成了一叠解方。香港大陆高铁大时代来临，意味增加大陆和港澳民众来台旅游的便利性。 高铁，所以乘客要求要快，要赶车，所以通通没有座位区。锁定周日晚间11点，卢秀芳主持《中天调查报告：高铁大时代海鲜灭绝中》系列报道。